具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一个题目咯，也就是我们的大班宝贝将带着代表我们维尼亚爱的烛火传承给我们中班的宝贝咯。好，我们中班的代表，中班代表丽小朋友，中班代表 Stacy 小朋友，中班代表 Jerry 小朋友，往后面走一点。接下来是我们的大班代表咯，大班代表 Senior 小朋友，希望维尼亚的爱一代传一代，希望维尼亚的爱都可以影响到每个小朋友，有爱我们的世界才会美好哦，会越来越美哦。好，请我们的台上的大班以及中班的宝贝请面对面，薪火相传，好棒哦，好，转过来，来，请不该说的爸爸妈妈一起说，维尼亚的爱能够影响到弟弟妹妹，让维尼亚的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家都越来越相亲相爱，好不好？好不好？中班哦，集中，好不好？好哈，好，中班的宝贝，请先退场。好，我们大班的宝贝也请先回到你的位置哦。主席致辞，各位家长大家晚安，今天又是一年一度温馨的日子，那天你又是主持人又是主席，哇，以后我都可以改行去当主持人好了。今天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多很多，怕会影响到大家就是晚上回家的时间，所以呢，天明用最简短最诚挚的心来祝福我的宝贝们，在未来的学习路上要比在维尼亚说更勇敢，然后跟人之间更要有礼貌，可不可以欺负别人啊？不行。要不要跟爸爸妈妈所有的人的乖宝贝？要。还有哦，考试可不可以作弊啊？不行。没有教过他们作弊两个字，他们都听得懂。好，那可不可以让你的 teacher 一把还有在那边丢脸呢？不行。哇，听到他们越来越有自信的声音，可见的哦，维尼亚出去的孩子啊，真的是比别人来得强，因为啊，他们都带着一份爱来去关怀别人，照顾别人，相信在未来的学习路上他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谢谢今天晚上大家的莅临，谢谢，然后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我们的节目哦。
久前还觉得说他才刚聊聊中药学走路，怎么现在今天就是要幼稚园毕业，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那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面，我要感谢几位有影响力的人，就是我们中大的姓氏叫这个郭伯伯，然后又很依赖，所以呢在他上了幼稚园之前都是我的伯伯在照顾，谢谢妈妈。然后再来我要感谢的是有两个真的非常努力的人 Tammy 还有 Eva， 是非常的感谢这两位。我觉得就是选择这个幼稚园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幼稚园的这个阶段是上小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会选择有你们这样的原因，相信很多这个接触过 Tammy 的爸爸妈妈应该都非常了解这个 Tammy 不仅爱心啊，还有这个对于说这个热忱还有教育啊这个方针啊理念的部分都非常非常的令人赞赏，而且呢就是连假日都是这个无休，全年的 standby。对，所以而且他更留心，就是非常注意老师的这个师资，还有这种品质然后跟对小朋友的这个身教。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在未来有他们两位这样子照顾我们的小朋友，那以后就是在小学的历程上面，如果有一些小情绪的话，其实我相信就感也会克服的很好。那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对不对？然后有一个是准妈妈的
奖的时候，我们感谢我们这个奖的员工，好吗？他们真的很努力哦。接下来看你联系我爱的宝贝哦，我们的宝贝为我们的老师献上一束感恩的花，我们的鲜花。大班 Sam 小朋友，中班 Hero 小朋友，小班星宇小朋友，小班陈佳小朋友，小班 Vivian 小朋友，子怡小朋友，以及我们的小班 Ethan 小朋友，我们的 Quina 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悠悠，我们的小班 Nina 小朋友，我们的悠悠，我们的小班庭伟小朋友，我们悠悠班博伟小朋友，后面这两个都是他们在后面这两只兄弟哦。因为我们博伟最小，年纪最小，幺幺班吧，有没有那感觉？啊，我们宝贝们很可爱啊，哦，然后感觉真不一样，对不对？好，宝贝们请往后转。好，我们把花送给我们最爱的老师还有阿姨，请大声的说我爱你。阿姨问老师要说什么啊？ I love you, right? 好，我们的老师们、教职员工们，我们全体代表维尼亚向所有的家长请鞠一躬，致意鞠躬，谢谢各位家长的对我们维尼亚的爱，我们会越来越棒的哈，会很努力的从事于幼教的工作。好，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我们的教职员工，没有你们，真的维尼亚不会今天这么棒，真的谢谢你们。这维尼亚真是说真的啦，我不说假的吧，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教职员工，请退场。